Thank you.
好的，我们其实时间差不多了，然后就是在这几首歌里面，我居然就好，铁花村，谢谢各位，因为时间晚了，我们怕打扰到邻居哈。如果有人 uncle 的话，那个，好，那个在 uncle 之前呢，也真的有 uncle，我要介绍一下刚刚这次那个，老人家的比较不年纪比较资深的一些乐手哈，跑掉了那两个老人家，王老师、王继三先生，挥个手吧，哦，他挥了，他挥了，这样，然后宋甫仁波切，就是 Eric 老师，Eric，哦，他最近在复健的。看，绝对看不出来他发生什么事。等一下可以问他，这样。他是台湾其实相当资深的鼓手哈，他以前有一个很著名的乐团叫秋秋和尚，不鸡同秩序啊。好了，其实他还有很多乐团，他是很资深的音乐人。那个 Eric 老师帮我们挥个手吧。好，在都兰如果碰到他，千万不要怕。好，再来就是阿斌老师，Ice 老师，他是台东，就是非常忙碌的一个吉他手的，忙碌，哦，为了谁？好，OK，好，再来就是那个不是年轻的，等一下，光复其实是很年轻的，他也是在国三而已，没有他。那个刚退伍没多久，这样，很有冲劲。那最后一位加入了我们的，其实是最近台东那个新生的一个行业的那个最厉害的，就是俗称霹雳活动烤肉架，打害老师，于老师，他今天的发型大家绝对不能参考的，他自己理的，好。然后我们就 uncle 一下吧，一小段就好，就淡淡的。
开车可以不喝酒，小路可以边喝边吐，祝大家礼拜四愉快，谢谢。